89.9分。瓜哥好，王龙姐好，李老师，现场观众朋友大家好。今天要唱谁的歌啊？今天要带来的是那个洪荣宏大哥的《那希望回头来看猎去》。怎么不对吗？那希望回头来看猎去。若是我回头来牵你的手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不太会念。你现在很喜欢洪荣宏的歌？洪荣宏大哥的歌曲，他也不那么传统，也带一点国语的感觉，所以我就有多听一些他的歌，然后就选一首我自己蛮喜欢的。对，好，来欣赏这首《那希望回头来看猎秋》。因为爱过恨过，为你付出阮的一切，当初的山明海誓，如今离我所来离别，我爱你上多，永远怨怨你离我花这多年，我的心我的梦永远拢是你，孤孤单单分分了。留下人在恁身边，若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，希望我的温柔会当解你的忧愁。爱的苦酒，怨人的目睭，有你予我想，恁的心我嘛甘。那希望回头来看猎秋。谢祥颖，罗文忠老师请。好，我先讲前面第一个，你今天的瑕疵哈，好的部分就是高音，我觉得有进步，高音地方你放着唱，我觉得很好。但是音准今天很多不太理想，包括已经跟的因为那个第一个音位就起高了，第一个字就音不准了。因为爱过恨过，为你付出阮的一切。我觉得闽南语歌谣，它情绪有时候是句跟句之间有点连结感，那个嗡嗡哩哩哈哈吧。我们刚刚都在讨论半天，这个和和也是闭口音。但说实在真难唱，我刚才跟他说只有我会和得起来，因为他们说，你看你听洪荣宏，他还是哈哈，你也是哈哈吧。你看啊，那是弯弯弯弯里里哈哈家，应该是两个字都要闭起来。有什么技巧吗，老师？要摇头。哦，要摇头啊！原来如此。哦。啊，你都里里哈哈，这样不好。就不行。里里哈哈家嘴里。费玉清的唱法，对不对？哦哦哦！想你想要试试看。你来，来，你唱唱看。嗡嗡弯弯里里哈哈加这里，你要摇啊，哈哈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来。
浑浑圆圆，离离合合，这多年。有啦有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有时候有点技巧，也许就可以克服。你如果这样头头正正的合，因为刚刚我跟姚文讨论，他也是头摇有摇才闭得起来。他说他这样合合，他就觉得呆呆的，不好听，所以稍微用点字体这样就闭起来了。原来如此，谢谢老师。好，丁小文老师，请。好，祥盈今天选这个歌，我本来觉得这歌应该蛮适合你唱的哈，但是今天我发觉一些祥盈的新唱法，我倒是觉得蛮有趣的哈。前面一大段从因为爱过，一直到有关东西力这个地方，就是你的拍子其实是很不稳定的，我不太抓得住你的律动感到底是什么。因为爱过分过，为你付出阮的一切，当初的山明海誓，如今离我所来的离别，永永远远离离合合这多年，我的心我的梦，永远拢是你。祥盈在舞台上站了相当久了，其实我们有看到你的进步，但是这两周我发觉你有一些新的坏习惯发生。这个让我非常的好奇，你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希望你是因为不断的在尝试新的本事，可能产生了一些不适应，那个没有关系。但我很害怕，你认为这样子唱是正确的，这是老师担心的部分。这样懂了吗？懂。加油。谢谢老师。上周唱出89.9分并列第四名的谢祥盈，本周唱《那希望回头来看你的手》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这周表现似乎不尽理想的祥盈，到底分数会来到几分呢？89分，点一、点二、点三、点四，分数很快哦。点六，还有没有？89.7了，89.7，点八，点八，89.8分。谢谢老师。好，谢祥盈，稍微休息一下，谢谢。谢谢。